明星辣妈疑云重重，梁洛施复出疑云。这边张柏芝闹隐退传闻，而那边同为星妈的梁洛施却忙着复出。年仅25岁，却已经为超级富豪李泽楷生下三子的梁洛施，虽说未能如愿嫁入豪门，但也得到不少抚养费。今年一直隐居加拿大专心带儿子的她，却在昨天宣布加盟张艾嘉导演的电影《念念》，宣告正式复出影坛。明明生计不愁，有膝下有子的梁洛施，为何放着阔太太的生活不过，却辛苦拍戏呢？因为我觉得是剧本打动我。为了热爱的事业重出江湖，梁洛施不担心家里三个儿子没人照顾，那可是鼎鼎大名的首富李嘉诚的金孙哦。小朋友我妈妈还有爸爸会照顾。那这次拍片就是决定要从复出，接下来会去继续接戏。拍完这个电影我会休息一会儿，不过我会继续看剧本。